大家好，我系巴克鲁姆。大家好，我是贝拉乌。我相信大概有2个星期没有更新上一部影片了吧？所以我今天呢，我要讲的就是上个影片的后续啊，也就是那个车祸的东西，OK？我觉得呢，在马来西亚呢，我们的交通的规则呢是蛮特别的啦。OK，话说呢，就是在当时呢，就是新年前，也就是1月尾啊，就是。大概是4个月左右，4个月前，OK。我和我的阿叔呢，阿叔呢，就是当时呢，就是准备要去吃东西，就骑着一个摩托车，他就。载我到附近的那边。起初呢，我们是没有问题的，OK，戴头盔，然后都有，摩托车都没问题的，OK。然后呢，就是在早上的11点左右呢，就有一个00后零。2001年的啦，OK。当时呢，就是我的阿叔在我就，当时我们是打算去附近吃东西，OK。由于我们是打算晚过去，OK，所以呢，当然是先给个信号灯，OK。先给个信号灯的时候呢。当然是慢慢玩，对不对？当你要玩的时候，当然是慢慢玩，所以就，先给个信号灯够，再慢慢玩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，OK。没想到的就是，突如其来的一个，同样是电单车骑士。据我所知呢，他是做那个货车零件的一个员工，OK，他就不懂是赶送货还是什么啦，就是他是没有错，他是直路就冲出来，OK，冲出来，他是那边冲出来，我们就那边过，OK，我们是没有错，不过呢。他就赶时间，就拼冲着过。不过我们是很慢了的，的确是很慢了的，慢慢这样过，OK。因为我们是要玩嘛，OK，我们就慢慢过。他这个呢，就认为他们是对，所以呢，他就冲着过。当时呢，他一冲着过的时候呢，我阿叔呢，他的左眼呢，当时呢就是流血，OK，他的那个镜子啊，割到他的时候呢，开始的时候呢就觉得是不乐观了，OK，就要转去医院，开始呢就是去斯邦加亚。结果呢，就说就蛮严重，就必须转去 GH 病程的 GH，OK，就讲这个之过后呢，就是就退掉过后整大概10天左右呢，就证实了他的眼睛呢一边呢已经失明了，OK，
吃之前呢，这个家伙呢，撞我阿叔的这个家伙呢，他是很怕，他可能是还年轻吧，21、22岁，所以呢，一撞过呢，快点跑，快点跑，然后呢，旁边看到人呢，快点抓住他，快点抓住他，所以他就没有得跑，然后呢，他就讲，你厉害嘛，讲福建话嘛。他，我们讲他不对，他们讲我们不对。如果你是跟着common sense 的话呢，应该是你讲指路如果叫指路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有弯慢，有给信号灯的话。你是不是应该慢慢应该是什么呢？不过不是我隔天呢，事发隔天呢，我就去报案，OK，去报案。报案过后呢，那个警方呢就说等你的 uncle，出院了再来做个口供。OK，他就做个口供呢，就说，哦，因为呢你弯，OK，你弯了过后，有什么问题呢？一弯呢，中车祸的呢，中的肯定是中弯的，所以呢，看警方要不要下罚单，这个就是马来西亚的法律。我有跟几个说，几个都是说，这个就是马来西亚的法律啦，所以就是这样，OK。然后呢，然后说到这个。这个事件过后呢，因为我的这个阿叔，他有一些病的糖尿病的，所以他也有一点年纪了，所以然后他也最近做了这样的东西，所以工作当然是。丧失工作能力了啦，所以就看你有什么办，有什么途径，所以就看有没有办法去说法律或者是赔偿之类啦，所以我就去找看，我就去找那个保险公司，不过那个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保险公司就说你需要。找警方的罚单，没有的话呢，就出不了。听起来有点怪怪啦。再要不然就找律师信，再要不然就是，找对方的电单，对方电单车的保险公司。可惜的是，事发过后呢。我打不出，打不进啊，可能他是要逃避我们呢、不懂，大概就是这样，后续就是这样了，后续就是这样咯，就是要让大家知道，就是马来西亚的法律就是这样咯，就是无论你是怎样的好，OK，只要你。弯的话呢，只要你是弯呢，什么问题呢？错的就是你先，不管你有对或者错，一是车祸，问题先是你，没错，欢迎来到马来西亚。今天就大概是这样了，我也不知道讲什么了。OK，谢谢。
大概这样。